哎，这次亚特兰尼斯怎么这么没有印象？漂亮的鱼哦，米菲波是不是上一集的重点啊？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都是 EBA？富婆，我们这里继续把角色还没讲的角色都讲一下啊。包包好像还没讲。哇塞！体下也很美耶，其实。你来废话少说喽，直接给他开始了。其实恶魔有个称号，随便转也行。你要随便讲一下，随便转一下。谁密我？等一下。开在心里的名字，是五号。这次很像也没讲过哎，就是。其实某他有些怪象都可以收服吧，对啊，像第一集就是可以变我们的。黑之其实也是蛮美的。丹尼斯也好漂亮啊，这是火墙猪吗？等我一下。这样就好了。哎呀，烦死了！所以不能消水，不能消水吗？哦哟，好烦哦，还是要消水啊！我的天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子。好啦，其实我的恶魔就很强了，这个也蛮漂亮的。所以先这样。
我觉得重点是有一个魔法师啊，不是说我们打得怎么样。